传奇影业与暴雪娱乐出品的奇幻动作影片，根据暴雪娱乐制作的游戏《魔兽争霸：人类与兽人》改编，讲述兽人打开黑暗之门来到人类世界艾泽拉斯，抢夺生存之地引发的一场战争。电影非常的粉丝向，就是给大多数魔兽玩家看的，当然也照顾了非粉丝向的观众。不过呢，对于不了解魔兽世界背景的观众来说，虽然可以看懂剧情，但是依然无法了解到每个角色背后的故事，因为魔兽拥有属于自己的魔兽世界时间线。这部电影要啰嗦起来就。 太长了，我们还是按照电影剧情方向去说说这部片子。片中有两大阵营：兽人部落和人类的联盟。他们不在同一个星球上生活，兽人生活在德拉诺星球，人类呢在艾泽拉斯大陆。我们都是人类，不必多说外形之类的。但是要说说兽人，他们身材高大，肌肉凸起，力量型的代表。绝大多数兽人呢都是战士职业，崇尚武力，以荣誉为尊，经常决斗办事，凸起的獠牙透露出他们狂野的一面。可是家园德拉诺世界崩坏，没法生活了。大树是古尔丹。 有实力也有手段，爬到了兽人部落权力的顶端，号召兽人各个氏族进攻人类世界艾泽拉斯。因为获得了黑暗力量，或者说是魔能，让他实力突飞猛进，可以打开黑暗之门。双狼氏族在酋长杜隆坦的率领下加入其中。大光头呢，奥格瑞姆毁灭之锤也是杜隆坦的朋友，也加入了。黑石氏族的酋长雷德黑手率领手下加入其中。这位身披兽骨的黑手是各个氏族中最强悍的存在。这些兽人出发时呢，拖家带口，不管男女老少。 就连杜隆坦他刚出生的儿子都被算作一位战力了。古尔丹非常的邪恶，还抓了成千上万的非兽族来当做祭品，因为他使用黑暗力量，需要用生命作为力量的源泉。开门的瞬间，数万生命的灵魂被吸取，变成了枯骨。在非兽人的群体中啊，有一位奴隶存在，他叫加罗纳，是个半兽人，被古尔丹拴着当奴隶养着玩。就这样的穿过这扇黑暗之门，他们前皮部队就来到了人类的世界艾泽拉斯大陆，藏在一片大山里，对周边的哨站村。 装开始屠杀，不过兽人中的酋长杜隆坦感觉这有点过分了。私下呢，偷偷的和黑手还有朋友奥格瑞姆就聊过，这么整下去，在艾泽拉斯咱也没法生存。你看，被古尔丹的黑暗魔法糟蹋的是一片狼藉，当年的古尔丹不正是这样把德拉诺给毁了吗？可是黑手和奥格瑞姆没有表态，他们还是支持古尔丹的。 他们这边烧杀抢掠呢，艾泽拉斯大陆人类国王莱恩呐、啊、并不知道。国王咱就不说了啊，他的大舅哥洛萨呀、啊、是个人物，作为人类国度最高指挥官，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。一个被称为艾泽拉斯雄狮的男人，这是一种对绝对威望的称谓啊。艾泽拉斯大陆还有其他种族国度，洛萨、啊、当时与各个国王交好，精通工程学的矮人呐、啊，还送了他一把火炮，这在当时来说，那相当于黑科技。当他回到人类的暴风城时呢，就接到了消息，魔法师学徒卡德加在。 在哨兵尸体上发现了黑暗力量的存在，不得了啊！这说明人类世界被外种族入侵了，赶紧上报国王吧。最后卡达加建议还是召唤人类的守护者麦迪文。麦迪文呢是当今艾泽拉斯啊最强大的人间魔法师，一直在幕后默默的守护着人类世界。洛萨当晚骑着狮鹫，他驮着卡达加就去了卡拉赞，那是麦迪文居住的魔法高塔回蓝的好地方，也算是最丰富的藏书阁呀，里面知识无尽。刚见面这小魔法师学徒就被麦迪文是一顿炮锤，原来。 这小子当初跟他学魔法，后来呢逃学了。虽然不愿意学这东西，可是卡德加他心善，遇到外种族入侵时啊，依然全力保护人类，调查事件。麦迪文知道了黑暗力量的事情之后，就赶紧动身，口诵咒语啊，开启了传送门，一下就回到了暴风城。狮鹫他都不骑了。他和洛萨、啊、还有国王呢，都是光腚娃娃，三人自然不见外呀、啊，拥抱一下就商讨出了对策。麦迪文和洛萨、啊、带人去艾尔文森林先看看情况，出事了，有麦迪文在也能安全的化解。在这里袭击人类的正是兽人黑手杜洛。 坦和奥格瑞姆三位可是兽人部落中的顶尖力量团体啊！他们三个昨天就在营地的山头上商量了，先挑一个软柿子捏，然后一步步的推进。没想到今天呢，遇到的是一个硬茬子。 此战黑手被洛萨的火枪废了一条胳膊，就说矮人的武器是有多凶残吧。杜洛坦也是没见过法师的魔法盾，还上去呢摸了半天。这些人最后都被念完咒语释放魔法的麦迪文给打跑了，就连小奴隶半兽人加罗娜亚都舍弃不要了。也许是杜洛坦心善呢，故意把他给放走的。这孩子是命苦，因为血统不纯正，母亲是半兽人呢，父亲是个人类，所以兽人都不待见他。看到这儿，粉丝向的观众可能就不愿意了，因为原著中呢，加罗纳的父母是兽人和德莱尼。 但是电影嘛，总要按照导演的计划来对，对不？回头影片啊，刚刚逃跑的杜洛塔呢，释放他之后呢，一转身就被魔法师学徒卡达加给逮住了。这小子是个学徒，他魔力不够，控制他之后啊，赶紧喊人、嗯、快来，我抓到一个。就这么的，他被洛萨呢给带回了暴风城。刚才呀、啊，忘记说麦迪文了。释放了魔法之后啊，他着急忙慌的回了卡拉赞。原来这位守护者大魔法师蓝不够了，到魔法池里去吸蓝。在他体内呢，好像还有另一股力量需要卡拉赞来压制，否则好像会出现某种不好的情况。这个、就是他。 他急急忙忙回去的原因，加罗娜被送到了国王的面前，交代了所有古尔丹的计划。能这么顺利的说出来呢，也是因为他恨古尔丹。你看人类这里多友善，睡觉时啊，皇后还给棉衣棉被，加罗娜的心呢都融化了。部落那里就显得没啥人情味儿，黑手呢为古尔丹卖命都得不到一句夸赞，丢了一条胳膊回去，他还被古尔丹是大骂一通，说他啥也不是，你把手还弄丢了，干脆上我那火盆烧死你得了。杜洛坦和奥格瑞姆当场就不干了，那怎么说黑手也是氏族的大酋长，整天听。 你摆布，说打就打，说骂就骂，不就是会点黑暗魔法吗？你嘚瑟啥呀？老家都被你霍霍完了，还到这里来霍霍艾泽拉斯？我们这些氏族不被你霍霍死，你是不会停手啊！当时杜洛坦差点和古尔丹打起来，正是刚才那一番言语，他回去抱着娃娃就思量了许久。跟古尔丹这么混下去，最后只能牺牲所有的氏族啊！他决定反抗古尔丹，不让双狼氏族送死。 所以悄悄地找到了好友奥格瑞姆毁灭之锤，俩人商量和人类联手，咱们做掉古尔丹吧。当时奥格瑞姆答应的是挺好，杜洛坦就放心地实施计划了。那天洛萨带着卡德加押着加罗娜，正前往兽人营地查探敌情。说起来，洛萨和卡德加呀、啊、都有点被这个加罗娜给迷住了。别看肤色绿还呲个牙，正是这番狂野的异域风情，让两个男人目不转睛。加罗娜当场调侃二人：“你俩加起来都不好使，一晚上就让你们直不起腰，可别看了。”天亮之后呢，他们观察兽。 人营地时啊，就遇到了杜洛塔加罗纳做翻译，把他的话呀传回了暴风城。三天后，黑石山下有要事相商。再看国王莱恩正请求其他国度援助呢。结果这平时处的好好的矮人和精灵呢，都第一个不同意，担心他们的国度被攻击时力量不够。洛萨这时返回禀报了，兽人正在建立黑暗之门，让大军过境，再不阻拦，艾泽拉斯将生灵涂炭。其他国王挨个插话，那你还不让守护者麦迪文出来帮忙？说起麦迪文呢，他确实有问题。魔法师学徒卡特加。 最近查到一些关于黑暗力量的问题了。 仿佛表明人类世界中有内鬼，沟通古尔丹入侵。结果麦迪文听说后呢，直接烧了他的全部资料，让他消停点幸亏卡特加是穿了长袍啊，还藏起来一张，这就拿给洛萨看了。这一看不得了啊，兽人古尔丹明显是被召唤而来，这个人极有可能他就是麦迪文。随后国王带兵就来到了黑石山下，杜洛坦和人类国王商量合作，两伙人带着诚意来的谈判都很顺利。结果奥格瑞姆出卖朋友了，把消息告诉了黑手。二人在山头上注视着下面的举动啊，就发。 发起了围剿，下面是刀兵相见呐，破坏了双方的密谈。另一面山头上的麦迪文正在酝酿着法术，好像要施展一个大的，让他有点力不从心了。这场战斗，落萨的儿子被隔绝到了雷包之外，眼睁睁的看着孩子被黑手杀死啊，他却无能为力。施法过后的麦迪文就陷入昏迷了。卡德加骑着狮鹫把麦迪文送回了卡拉赞，放入魔法池时发现呐、啊，他眼光中啊流动着黑暗力量，或者说魔能。没多久，麦迪文恢复了，这期间和加罗娜有过一次对话。 他说自己年轻时呢，流浪到远方过，曾经和一位女兽人相爱了，但是我最后选择离开她那不是我的宿命啊！加罗娜瞬间是冷汗直冒啊！难道难道麦蒂文就是传说中加罗娜我的父亲？电影中加罗娜说过呀，他的母亲是兽人，父亲是人类，可是呢，后来父亲离开了母亲，这就是为什么麦蒂文非常欣赏加罗娜吧？血浓于水呀、啊，并且主动让他去寻找自己的爱情和宿命，去和洛萨相见吧。剧情并没有表述其中的原委哈，不过能看出来加罗娜最近好像。 和洛萨确实有了感情。此时洛萨正值丧子之痛，看到加罗那的热情之后呢，也算是聊表安慰。亲就算了吧，那牙确实有点硌挺。兽人营地中，此时又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。杜洛坦的背叛让古尔丹大怒，下令诛杀全部双狼氏族战士。杜洛坦为了保护儿子和族人，主动请罪呀，也希望放过他们。可是黑手和奥格瑞姆并未停手，营地是一片火海。 老弱病残被当场斩杀，年轻的拉出去作为古尔丹力量的来源。奥格瑞姆念在旧情呢，偷偷放走了杜洛坦的妻儿。但是在逃亡中，杜洛坦的妻子被追的是穷途末路，他把儿子萨尔放在小河顺流而下，一切看天意了。 凭最后那点生命拦住了追兵，死在了河边。小魔法师卡德加呢，骑着狮鹫就飞向了达拉然，寻找肯瑞托组织。肯瑞托是个非常强大的魔法组织，光头大法师们呢，在这里研究奥数，仿佛冥,冥冥之中自有定数。卡德加来到这儿就被召唤进入一片虚无之中，在这里呢，卡德加得到了启示：麦迪文已经背叛了人类，他被黑暗力量给吞噬了，阻止他才能保证人类的安全。小法师认为啊，我的等级太低，怎么能打得过他呢？这位被称为艾洛带的大。 大能说呀，光生暗，暗生光，你可以的。卡德加满头问号。要说麦蒂文此时那是已经真正的黑化了，魔法值都被黑暗力量侵染，仆人被他吸干了灵魂，还在国王的会议上让国王囚禁了洛萨，最高指挥官被囚禁没了猛将，那人类国度肯定是要失守的。狱中洛萨是万分的焦急呀，只想逃出去呢，继续帮他打赢战争。 突然，人小法师卡大加学成归来，闪现变羊开锁放了洛萨，想要拯救人类赶走兽人，那咱们必须击败麦迪文，是他召唤的古尔丹，并且打开了黑暗之门。 他死了，黑暗之门才能关闭，兽人部落大军就无法来到这里。奥格瑞姆这时呢也良心发现，他放了被囚禁的杜洛坦，族人被杀，妻儿失踪，杜洛坦身披战袍，在一众兽人同胞的围观下，发起了对古尔丹的决斗。兽人部落向来都是用决斗办事的，因为这是兽人的传统，不接受呢就会丢面子，那就无法继续维持在族群里的威望。决斗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双方肉搏。可惜古尔丹他是个术士。 进战硬刚杜洛坦时呢，接连失利，他就开始玩累了，竟然动用魔法黑暗力量。虽然他赢了这场决斗，但是破坏传统遭到了部落的鄙视，当场有人要离他而去，我不再追随你了。古尔丹呢，只好用点夺命的手段威慑一下奥格瑞姆，不再追随他。黑手要离开时，却被古尔丹用黑暗力量改造，结果成了他对忠实的傀儡。人类军团和兽人的部落大战也随之展开。 另一面，卡德加和洛萨就来到了卡拉赞。二人并非黑化麦迪文的对手，魔像复活打的洛萨是四处逃窜，卡德加呢是活学活用，勉强开了一个魔法传送门，开启目的地呢就设在了魔法池中麦迪文的身旁。他和洛萨配合着用他，最后把麦迪文给镇压了。伴随卡德加驱散这股黑暗力量时，在这周围形成了诅咒。黑幕降落在逆风小径上，西边的森林被影响成了如今的暮色森林。 洛萨也随之起身，登上狮鹫，飞向了战场。被净化的麦迪文的理智回归，最后耗尽的一丝丝生命啊，为战场上的国王打开了通向暴风城的传送门。可是国王把机会留给了士兵和战俘，打算战死到最后啊，不留遗憾了。可惜麦迪文这口气儿不长，没多大功夫呢，门就失去魔力给关闭了。 国王看到黑手正冲向这里，想给他来个荣誉击杀。转念一想，我被黑手杀死有点亏，如果被友军加罗纳杀了，那就是赚。起码他能因为杀了人类的酋长恢复荣誉之身，从此回归到兽人的世界。加罗纳也明白，这种情况下，那人类国王肯定是要死了。那把匕首啊，当初还是皇后送给他防身的，真是命运弄人。不知道真相的其他人类肯定会对他呀报以怨恨。洛萨此时刚刚赶到，他和狮鹫落地，大杀四方，无一兽人敢上前迎战。 接着抱起国王的尸体起飞时，就被黑手一把给拽下来了。在站起来看到这是那位杀了儿子的敌人之后，洛萨在兽人的族群中就发起了决斗。丧子之痛和国王的身死让他万分的愤怒，手持大皇家之剑奎尔扎拉姆，噗呲一下直接让黑手的技能停在了冲的阶段，风都没出来。随之两个背刺赢得了兽人的尊重。不要以为杀了他们的酋长，兽人会反击啊！ 他们是一群尊重勇士和决斗荣誉的家伙，就连古尔丹下令杀了洛萨，都没人出手。 因为传统中对赢得战斗的人下黑手，那是埋汰的行为。古尔丹想动手更是没门儿。刚刚回归地位的加罗那把他给喷了。就你这样的决斗，偷偷玩赖用魔法，现在还想下黑手杀洛萨，以后还想不想在部落里混了？古尔丹眼睁睁地看着洛萨离开他的势力范围，是无可奈何。现在他如果敢动手，肯定能飞过来上万柄斧头。带着国王的尸体回到了暴风城之后，洛萨和卡达加看到了匕首，深知背后并非加罗纳的背叛。国王葬礼那天。 洛萨号召艾泽拉斯所有国度组成了联盟军团，他成为联盟的最高指挥官，将率领各大种族对抗入侵的兽人部落。河流中漂泊的双狼氏族遗孤小萨尔被人类暴击给收养了，这就是后来被部落世人熟知的大酋长萨尔。电影到此结束。 自从二零一六年上映之后，时隔五年呢，第二部也没有出现。作为魔兽和非魔兽粉丝，你认为这部影片到底如何呢？大家可以在下方讨论，说出您的见解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，咱们下回再聊，拜拜。